哎，他在玩从前吗？哇，他在玩从前吗？哇哩嘞嘞，他穿越时空了，不见了，飞起来不见了，他是回去找 WiFi， 找 WiFi， 哦，哎，你看里面也有关那个哎，都死了，对啊。 所以他们应该就是小孩子。哎呀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哇，好饿啊！眼球哎！哇塞，海绵啊！哦，挤成这样太扯了吧！哦，可以把玻璃打爆吗？他们到底在研究什么东西啊？他全部的肉都粘成全一大块了。对啊，在研究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注意，我们不怕肚子饿喽。 然后等一下，你看这边应该是哦，这是什么？这边有一哦，这是什么？推车、餐盘、推车，对，餐盘。那空那空，这边有蜡笔哦，不是蜡笔，蜡笔哦。哦有，这边有阿比，大家拿一下哦。哎哇，这些是婴儿是吗？这是小小孩，小孩，对，就那个可颂面包之类的啊。这哎，一看他们就是要打 boss 啊。这研究单位也太夸张了吧！我真的觉得。你说哪里有蜡笔啊？哪里？走的斜坡上面，走上来那边，一个黄梅根。 看到了，可能在Twitch直播。Twitch，这里也可以拿，有话要拿。花花，拜。玫瑰，Megan Cross，Megan Cross，刚刚那个蜡笔就是他的。对啊。哦，对对。哎呦，没事，奇怪声音。没事，下面很安全。下面很安全。音乐吗？有音乐，有音乐。有董之的声音。 他在播放影片吗？在放音乐，在放音乐。哎，有一个影片啊，需要一个影片。啊，撒哈拉是不是一个？就是他们单位的名字啊？不要用打火机，不要用打火机，看不到。啊，不要用打火机，不要用打火机。应该是撒哈拉是他们单位的名字吧？我觉得。哦，对，你看，他有说这是。撒哈拉研究，对。啊，做炮，生化武器吧？这是。停，不用打火机啦。撒哈拉，打火机收起来。有，打火机，多了，好多了，好多了，好多了。所以这是在研究生化武器。嗯。 有一个特别变高了，啊？有一个数值特别飙涨，哦，对，有一个特别比较高，好像可能是特别的那个，嗯，他们做的好开心哦，真的就开心到现在变现在这样，上面去了，他们音乐真的放好开心，没有没有，看完了，你们还没看完啊？有没有想把这饮水机搬回家啊？我想看一下它上面写的数值是哪一个，音乐跳的好开心。 哦，这个有录影机里面那个东西耶！哦，它有写吗？所以这个是古物，不知道是哪一个，不知道可以干嘛的。哈，它写什么？拍门？这是怎么怎样？是过分啊？这是什么啊？这是啥？好恶心哦！哎，所以要一旦研究这个古物，哎，这古物是干嘛？对啊，等可能后面才来看，说，哎，这边有元素周期表，谁还记得啊？我记得，然后是很像。 对啊，就是古墓啊，就是古墓。啊，抱歉，怎么办？对啊，他们有说到说，他们是那些这里是一个研究机构，然后他们的那个大人，就他们的父母还负责就是付钱来给，对对对，他说有一部分的收入是父母资助他们的。哇哩嘞嘞！哎，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被骗呐，小孩过来就没有，应该是打着医学，对啊，就被骗嘛，所以医好像小孩啊，嗯，就你孩子这样子，可能有，哎，这边有一个，这边有一个，这边一表一，这边一表一，这边，骗哦，哎，这个是骗，有人笑声哎，是骗子哎，有笑声吗？你没听到？有，刚刚一个女生的笑声。 喝水，喝个水，喝个水压压惊。有笑声吗？你没听到？有，刚刚一个女生的笑声。喝个水压压惊。有吓我，最近已经被一个灵异影片吓到了，我自己剪。你就等下过来。哇，外面有食物，安安。这边有吃的。哎，也是他在笑。嗨嗨嗨！杰瑞那边偷偷射。啊，我没射到。那我觉得这些野人搞不好就是研究机构人员，然后被吓疯了吧。 或是被感染了，被研究出来的东西，因为里面有一个上吊的，HDMI，HDMI，哎，真的，没有讯号，没有装好，有人上吊了，哎，真有人上吊啊，嗯，他隔壁的玻璃箱更精彩，哎，对啊，越来越密密麻麻的，恶心。
用。嗯。啊，在里面。哇塞，这个一个人玩一定，呵呵，真的很恐怖哎、欸。超恐怖的。在这种地方。好黑啊！推测就是他被困在好多小 baby 哦、啊。我在好奇小 baby 到底是怎么来的、欸。哎呦，这么短哦、啊！是小孩子的小孩子吗？应该是。好不好？这一个强迫接生都是，好厉害，都断腿啊，都长一模一样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有小 baby 的头哎、欸，对，小 baby 的头哎、欸，原来是这种东西、啊。哎、欸、等一下，可是他的头看起来就是外星人啊。他已经变成外星人了，那个嘴巴，对，真的，给你们看，你们可以拿来看。我不想看，我不要看，放开，真的变成外星人了，我要看。哎、欸，其实你拿我就看得到了、欸。没有，前面什么红红的，我看看。前面有听到声音从前面，要不要把这个挂回我们家？搞不好有真的是外星人。可是你这样子，等一下呀，婴儿的保温箱，你要拿头打王吗？你这样等一下都要全程拿头哎、欸。可以啊 ，L4D2 不是这个成就吗？来，全程拿着那个。还以为说像足球。来，跟着光头哥哥。光头哥哥，你怎么知道你是光头哥哥？你们跟我讲的、啊。哎、哦，那个塔，那个塔，哎、欸，这是这里。他们开的那门到底干嘛？开的东西。要一组教室在运作吗？锁住了是不是？啊！有人把他打开，他进来。不会打开就是 boss 啊！来啊，准备啊！对不起，快进！啊！是吗？是他吗？对啊，是叶美啊，还是？他把他抱下来了。嗯，没有抱，为什么？哦，他在摸他。他伸手，他在。哦，好恶哦、喔！等一下，死了哦，天妹，哎呦，哎呀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怎么了？我以为他会把他头拔下来，我吓到。哇！在那边而已。这个是不是一个转换机制啊？所以现在反击要抱着。你看旁边那个。哇！我要解成就了吗？你们要带我？反击旁边啊！对，反击抱着。我没看到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保护他，保护他！他繁星抱着，他把包上去了。我看繁星漂移到后面而已。哇，他受重伤哎、欸！他抱着那小孩，把他放到那个床上。哎、欸，我的，我机器人突然有身体跟头了，为什么？我们现在大家都在旁边看着他围观哎。我画面什么都没有哎、欸。哇，你在看透明人是吗？你是 bug 了。帮他接线吗？什么意思？我看不懂那图，你们看一下上面那个图是什么意思？我被那个房子的 ID 挡住了。哦，接到了，接到了，再接。手接到了，然后再接，也接到了，再接。哇！欸哦、以前我是哎，二选一吗？原来你是超级医生，怎么会？喂、欸，哦，你看那个图片是什么？有 request 需要一个新的东西。是克隆机吗？哦，打开！要不要繁星？你要走进去了吧？干不要啊！不要！不要！繁星！不要！我的新任务，我没有新任务了。我吓死了！新任务是什么？看一下，走进去吗？进不去、欸。新的任务清单：寻找新的祭品，要寻找祭品哦，要把他救活。哦，我懂了，所以要，哎、欸，那我们不就要找其他小孩？对啊，这样可以吗？哎、欸，说不定不是小孩、啊，小我们拿野人不就好了？干嘛？小雨来点名。小雨来点名。不要点名点名点名。哎、欸，这边有录影带，要不要先看？第二件工艺品。好啊。第二件工艺品。哦，所以这是第二件。我爸爸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看一下。我好奇是隔壁刚刚有一个躺着很帅气的。第二件工艺品。是吗？这是在哪里啊？上面是什么？感觉是车上吗？不是吧，这个是感觉机场还是什么？机场头上不知道感觉是什么东西在运转，地方是运转过头。嗯，什么东西在运转过头？哎、欸，我那个还是在实验室里面的感觉。嗯，看这个做的很帅气耶，被插满针。好恶哦、喔！上面写着爸爸死了。啊 ？Dad is dead. Dad is dead. 爸爸的死。爸爸的死哦，哎、欸，他上面被插满蜡笔，可是爸爸是被蜡笔插死的。对啊，好恶哦、喔，蜡笔好利哦、喔，好恶，哇
啊，不知道好厉害啊！哎，怎么插的、啊？等等，印表机有东西，印表机有东西。我们有一张纸哦，印表机有一张纸哦。好，这蜡笔也太硬了吧！就叫告诉我们，你们笔不要削太尖哦。嗯，笔削太尖也是利器哦。谁把椅子？我们把椅子推出去。推倒。所以我们要找祭品啊！我们要找新的祭品来。这个门不开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再推一下，这个自动门就是，然后退后再进来，干嘛？是嫌我太矮不开？他感应不到你的体温。哦，这边有火变图，这边有野人，这有火变野人，我们可以把野人丢进去。我们现在是不是在最下面啊？野人，我们会把野人丢进去。那个野人是不是有会有头发的啊？头发？他有头发的感觉，他脸上有一层皮啊。好好，哎、欸，哦，你说的剖面图在哪？可以把它抱到机器里面吗？可以拿这个放进。我把它拿进去。哎呦，还有哎、欸，还有。兄弟们，等你们。哎、欸、哎、欸、我不要坐着，我干嘛坐着？你可能累了吧？欸、你说剖面图在哪？这跟我走，跟我走。我可以把野人放进去吗？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因为我贩卖机可以投了。先吃个饼干。别人拿蜡笔的哦，我们好像在最下面这一层哦，对，所以我们要慢慢上去。Level G， 哎、欸，肚子饿了自己买饼干吃 哦，不行，他不能。好吧，看来他要找特定的，那应该要找小孩吧？我觉得要找人类啦，嗯，至少是人类吧。人类这边很多个，还是不是 Sharon 啊？不是，哎呦 ，Sharon， 现在小雨要来预测喽。不是啊，你看你现在只有拿到其中一个有名字的小孩角色哦。哦，对啊，嗯，这是地板有脚印的、欸，这是还是我们其实要跟地板的脚印走？有这个鞋脚印，这里前面哪里啊？哦，哦我哦对啊对啊，我们绕过来这里了，我们可能是要跟着他走。哎、欸，这病床可以睡觉哎、欸，他在啊、哎，睡觉在哪？俺不能记录，可恶。他不能记录、欸，那没差，这叫反而更饿。那是呢，对啊，那就算了。哎、欸，这里有画件啊，哪里？这里有画，我这边。哦 ，Daddy 变怪物了。Daddy 变怪物了。哪里？这是我们吧。这里有没有拿到？这边。哇，这个好像个脑筋急转弯那个。会不会其实就是我们在杀人？这边他不让我放哎、欸，好 好, 好啊，不行，好吧，那睡觉吧，睡了，可恶，他居然不让我这边存，可恶，可是现在就肚子饿了哎、欸，就去买，去买鸡啊，买那么多零食干什么？对啊，刚刚班长允许鱼桶饮料，吃完了，我的喝饮料，喝饮料，这边有咖啡机啊。最后一餐讲得这么难过。前一个那个房间有那个饮料，那个饮料机，这边都有那个、啊。没有啊，这里就有咖啡，你就可以喝咖啡啦，你不用去喝饮料啦，你走太远了。可是有贩卖机可以投饼干。哦，我要补卡。这里只有巧克力棒。巧克力棒。哎、欸，这边有药有要拿吗？我在边间，就加减拿一下吧。我在边间、哦，对，还有电锯哈、嗯。小平，你准备好了是？有电锯、欸。对啊，我都一直忘记有电锯好了。在边间，你们要不要来呢？我要是满的，我要是满的。谁要前排，谁要后排？我要也好多。嗯，我负责站后排射前面的人。哎，五张。这里好多东西哦。哎、欸，看来应该是要打王没错了。对啊，应该是要打王了。好多那么多。要做炸药了，杰瑞，别玩慢，我进不去啦！你们不让我进去，让我出去。每次都是我要进去，你们就要先出来再进去。捷运是这样，哎、这不是捷运。啊，爆头都是在前面人潮。